挑战封号的第二天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依然是那个帅气的雪龙。听说最近卡 bug 会封号，上一期的 bug 没有让我封号，那么这一期，那么今天呢，是我挑战封号的第二天，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封号。今天雪龙找来了一个雪地地图的 bug， 也可以说是一个带有 bug 的猫猫点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这个 bug 点位于雪地地图的水泥厂，也就是我标点的这个位置。来到这里之后，跟随我的脚步上到二楼。Follow me, go go go。 好了，就是我这里了。看到前面的这几个箱子没？我们只需要对着箱子纵身一跃，然后点击跳跃，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来到这个箱子的内部。躲在这里，你就是狗王。但是现在系统还没有提示我数据发生变化，所以大家不要尝试，以免大家封号十年。我这个号封了没事，因为我这个是小号。呀呀呀呀！来都来了，那我就在这里多待一会儿，看看会不会封号。刚刚有个人过去了，开几枪把他吸引过来，然后再把他给淘汰掉。呀呀呀呀！上期视频有小伙伴评论说，雪龙你变了，你变成了一个狼人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变啊，我只是为了增加视频的风格，让大家观看了之后更有喜悦感。因为早在之前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视频底下有一条这样的评论啊，他是给我一些建议，然后我也是吸取了。目前我还在努力的改进我的作品。哎，不对啊，怎么拉到这身上了？我不是在挑战封号吗？跑题了。咱们言归正题，我现在还没有收到光子的系统异常提醒，说明这个地方好像还是安全点的，封号的几率比较小。完了，我被卡住了，出不去了，怎么办？光露个头在外面了，所以说自雷吧。我动也不能动啊，我退也不能退。好了，那么咱们这期的挑战就到这里了，我还是没有封号，下期继续。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